当地时间7月17日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夫妇到英国西南的 Tenbury 岛访视，受到当地民众欢迎。71岁卡米拉的卡米拉在岛上过了生日。卡米拉跟岛上的一对91岁夫妇 Gladys Vicky 和 Derek 交谈。当查尔斯王子夫妇到达 Cornwall 的 Farm 时，虽然下雨，当地孩子依然列队欢迎。7月18日，查尔斯王子夫妇抵达 East Devon 的 Honiton， 当地正在举办 GATE-TO-PLATE 美食节。这块蛋糕上做了他们俩的身影。卡米拉品尝当地的德文气酒 Devon Sparkling Wine， 查尔斯王子在 St. Mary 岛对一款杜松子酒 Pink Gin 也饶有兴趣。